好，欢迎收看新闻思想起，思考深度，展现态度。我是王欣怡。台湾鲜乳过去自给率可以高达90%，但经过先前的 WTO 洗礼之后，一波波的离落潮已经让市场重新洗牌。如今被消费者评为世界贵的台湾本土鲜奶，又再度遭逢严厉考验了。在今天零关税生存战，我们就带您实地来了解饲养成本高的本土酪农业，在零关税之后，产业前线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跟转机？还有明明台湾鲜乳售价如此之高，但为何酪农却还是高喊他们赚不到钱呢？事实上，近两年台湾乳业风雨飘摇，疫情时进口饲料成本高涨了快一倍之多，熬过疫情之后又遇到通膨物价狂飙，连带让牛奶销量成长趋缓下来，但最严峻的冲击还在后头。根据台纽贸易协定，在2025年这关键时刻，纽西兰的益泰奶将零关税进口到台湾，是低价的进口乳势必就会严重打乱国产鲜乳市场。那么动荡之际，在过去一年多已经陆续有10多间以上的牧场黯然歇业关门了。专家就分析说，眼见进口鲜奶有低价优势之下，许多乳品大厂已经开始调整他们的生乳收购量，目前就传出计划要减产15%到20%。换句话说，最后的结果不是全部的牧场一起淘汰母牛，力挽狂澜，降低生乳产量，不然就是直接高达快20%的酪农惨遭淘汰。究竟台湾的鲜乳产业前线的寒冬要如何度过呢？毕竟调节产量也不是像是关掉水龙头就能让乳牛每天瞬间停止产量。那么产销的现实诸多无奈，想破解，我们继续带你找答案。台湾在2025年之后呢，就是纽西兰的牛奶进口到台湾来是零关税，不但零关税，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它本身跟台湾的酪农采购我们的生乳，它同时也是进口商啊，这才是造成我们更悲哀的地方。畜牧场养牛这个是一个很长久的事业啊，几乎说是可以传承的事业，老一辈他们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他有时候很难抉择，他要离落嘛，或者是他的下一代不肯接手。这个等级也是最好的，那时候是因为航运出了问题啦，突然间停了那么久，大家的草料快吃光了。你是说这个东西就是翻涨一倍的，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澳洲田园鳗。喂牛吃草，酪农最大开销。民凤牧场300头牛，一个月要吃掉1.5个进口货柜，约80万元。成本越来越高，但今年夏秋两季，民凤的生乳收购价被乳品厂砍了4元，一个月少赚30万。有时候因为乳品厂他们的经营模式或者是市场的反应不好，他们会做一些取舍啦，但是他并不会照着好像我们之前的合约上面的走，他们有时候会随时的做一个调整啊，因为这是台湾长久以来的一个制度啦，这个圈子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此啊。田宗贤是二代酪农，大学兽医系毕业后接手家业，他导入科技养牛，体感薄环一个9000元，整套牛只健康监测系统150万，连一个风扇都要15万元。这个全部都是块木，像我出生也是在牧场出生的。哦，是哦。对，这边。对。啊，没有去医院？没有，因为那时候还是住在牧场这边的。养了一辈子的牛，却越来越看不到未来，利润变低。2025年还要面对零关税进口乳的竞争，今年跟老婆竟然谈起了还要不要继续养牛。因为我想说，台湾到底适不适合养牛？那我们这么辛苦，那政府到底有没有支持？你看，像现在这样子，已经台湾已经倒了好几家了，酪农有办法去抗议吗？因为他真的是很弱势，也连抗议的时间都没有，甚至我们有那种团体啊，请我们坐游览车，就是一个牧场派2个人出去就好了，也没有办法成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时间都被绑在牧场。乳品厂要求我们减产已经很久了，对，将近1年了。像这头牛，它现在出生，然后它第一次的分娩产奶就是最快要2年，
以前爸爸常在讲啊，牛奶不是水龙头呢，你打开就有，你要停的话就把它关掉这样子。其实它是一直在持续的生产的。对。为什么酪农感到这么无助？摊开数据，国产生乳每年生产量持续成长，2022年来到46万公吨，已经超过生产目标，但国内市场并没有同步增长，生乳收购价已经失去成长空间。直击美式卖场，红色包装的美国进口鲜乳，民众少则两罐，多则整箱搬走。比较价格，国产一美鲜乳每公升67.25元，美国进口鲜乳每公升71.16元，纽西兰鲜乳则是73元。如果取消14元关税后的价格，能不心动吗？啊，进口成本的时候，如果消费导向已经以那种价格上来导向的话，一定对我们有冲击啊！既然有冲击，我们酪农哦一定会紧张嘛。如果我就举例子啊，他是酪农户，我是乳品工厂，我就跟他讲啊，你看要依照我的标准条件无？啊，你若无爱，无爱好，我嘛无需要跟你采购啊。我欠的，我可对进口好啊。你说他是酪农户是多么委屈，他不得不求钱呐。专家表示，进口鲜乳的利润比国产的高，若想扩大市场，价格还能继续降。事实上，已经有鲜乳品牌开始调整国产鲜乳的布局。从乳品厂那边的规划，我们的生乳的收购的量，他大概会希望说，至少15%-20%。percent， 那从去年开始就造成有一些乳品厂开始不愿意跟一小部分的酪农再继续续约，才一年多的时间就10几场没有办法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讯。进口鲜乳成本加上运费都比国产的便宜，台湾鲜乳售价常年位居世界最贵，是澳洲的1.6倍，更是纽西兰的2.3倍。到底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里边的牛，它的乳脂肪、它的乳蛋白3.4，哦，我们怎么会输给进口的？我们这个是跟国际同步的。访问到乳业协会秘书长方清泉，他直言台湾鲜乳品质早就跟上世界水准，但饲养成本实在太高了。台湾的1公顷土地大概要4000万-5000万，1000公顷土地在台湾可以养多少牛？200头牛，4000万养200头牛，一头牛的光土地的成本就要去掉多少？20万了，是不是？第二个，台湾是亚热带国家，亚热带国家是高温多湿，因为我们要把房子做得高，通风量要大，光买一个电风扇，一个电风扇不是3-5万啊，这是30-50万一个电风扇，你们想象不到的。另一个原因，台湾生乳价格与终端价的比例是1:2.8，同样是澳洲的将近1.8倍。以100元的鲜奶来看，酪农约拿30-36元，乳品厂是规模大小拿20-30元，通路拿4%-5%，关系是一层压着一层。生乳本身我们没办法去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了，因为他一天不跟你说过，也许我还有冷冻库，2天不收购也许还可以接受，3天4天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容量我的泌乳牛嘛。啊，牛每天都要泌乳啊，这就是酪农跟乳品工厂悲哀的，在谈判的立场上，我们是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上在跟他谈判。为了保障酪农不亏钱，乳品会会订定基础乳价为生乳的最低收购价格，乳品厂再根据生乳品质给予加价。基础乳价在2022年涨了2元，平均28.12元，看似弥补原物料上涨的成本，但乳品厂往往会透过降低品质加价或要求减产维持收购成本。这个只有乳牛厂跟乳品厂之间契约上面呈现的，那个。没有保证一定会给你，那个就是条文写的比较有弹性。这样的产销关系已经持续几十年，不过乳品厂跟通路端虽然有议价优势，但肩负着销售压力也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销不出去嘛，对，价格高销不出去，那变成是我们的压力扛在我们身上啦、啊。对啊，你奶交给我嘛，我都要照单给你全收嘛，然后你钱拿走了嘛，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卖不掉，堆在我这边嘛，啊，所以一旦我真的处理以前你价格往上市场上卖掉啊，哎，我都活得好好的，当你再往下降的时候，市场上还是不接收，都堆到这边来，约到了我就没办法再收你的、啊。台湾的鲜乳产销结构暂时难以撼动，那国产鲜乳究竟有什么优势可以迎战低价进口的纽西兰鲜乳呢？以纯脂鲜乳来做比较，同样标榜乳脂肪 3.0 以上，非脂固形物 8.25% 以上，专家表示脂肪、蛋白质、营养成分都差不多，但国产奶的优势就是新鲜。因为新鲜嘛，等于说你今天早上看到这一头牛挤出来，你下午就可以在超商喝到早上挤出来的鲜奶嘛，那么国外不可能。因为杀菌程序不同，进口鲜乳保鲜期能达两个月以上，但切记开封后还是得尽快喝完。国产奶从榨乳后只有14天的赏味期，乳业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标示，让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就举例子，来源来自于哪个地方，就写得非常小字。第二点呢，它的有效期间呢也写非常小，那个鲜奶两个字表示得非常大。其实它是80天、90天的商品，我们是14天的商品，都叫做鲜奶，对国产确实有不太公平。另一个解方就是扩大国产鲜乳的消费市场。国建署建议国人每天应该摄取360到480cc 的牛奶，一个人一年要喝131公升，现在平均才20公升左右，成长空间还很大。你看日本从二次大战之后，他就是为了要让日本的身高能够长高，他们前面提供的是儿童奶，欧洲、美国也都是协同奶，啊，台湾为什么经济这么好？既然我们的协同没有办法喝到一些牛奶，是很觉得很遗憾了。台湾酪农业是民国60年代，蒋经国因应国防的粮食自主需求开始发展，在现代更成为重要的营养来源。进口能否取代国产，最终还是端看市场需求。支不支持酪农继续生产高品质的鲜乳，选择权还是在消费者手中。自己的牛奶就是很甜，然后风味呢就是很香。他去纽西兰2个礼拜，每天早上都喝他们的牛奶。后来隔天一回来，因为抓工作嘛，隔天一回来喝到我们家台湾的牛奶真的是浓醇香，因为国外的就是它是人家说的厚实感，它没有厚实感，它就喝起来就是有牛奶的味道，但是它就是有点水水的，很淡。对，后来一喝那种差别真的是差很多。后来之后我就发现我们的牛奶真的是好喝的。